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为大家带来更多资讯。随着中国科技的高速发展，我国高铁技术已经是无人能及，已成为中国的名片。而这张名片要让人看得体面，那就是保持车子的干净整洁。别看我们每次乘坐高铁时车身总是很干净，其实是背后有一群人默默的付出。那么这么庞大的车子究竟是如何清洗的？根据规定，高铁每跑4000公里就要进行清洁和检修，而一些地区呢，雾霾比较严重，白色的车身很容易蒙上一层灰。每天他们完成当日任务到站后，工作人员就要对它进行清洁，不仅要清洁外部，内部也要清洗一次。据高铁卫士介绍，给列车洗澡主要是为了对列车设备细节进行精细的检查，其次才是彻底清洁。每趟高铁列车都要层层过关，车子在经过自动清洗线完事儿之后，车头转向架等重点部位还会进行二次做到。别看跟洗车差不多流程，除了自动清洗机，车头还要人工清洗4遍，洗过的车身要用 pH 试纸检测。一趟列车大约需要45分钟才能清洗完毕，每次清洗人员都要清洁到次日7点，洗完之后还要送往检修车间进行体检，专家鉴定一切合格才算过关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喜欢请点击关注我们。